现在我向朋友们介绍中国传统武术宝库的一个优秀拳种，它就是形意拳。形意拳以五行拳劈、崩、钻、炮、横和十二行为基本拳法。形意拳博大精深，有着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现在我把形意拳中的劈拳的套路向大家演示一遍。
现在我把皮拳的分解动作和基本要领向大家讲一遍。首先讲到起势，形意拳一上势就要抖起精神，拳经上讲叫精起势烧。什么叫势烧呢？就是舌头为肉的末梢，牙齿为骨的末梢，头发为血的末梢，指甲为筋的末梢，势烧发劲叫精起势烧。势烧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无形的东西，它主要靠精神上起作用，所以说要精起势烧。现在我演示一下精起势烧的招式，形意拳一上势就要精神抖起，要有一种凌人的气势，这就叫精起势烧。形意拳的上身扭转，由左向右扭转45度，然后右拳从胸口经嘴的方向向外伸出，两膀极力松紧，两肩极力扣紧，两肘极力下垂，两手极力翻转，最后形成一种整劲。形意拳起转落翻，转到什么位置呢？就是要转到小拇指朝上，这是一个标准的位置，这就是形意拳的上身。腰胯膝盖要并拢，要提纲顶下，纹理端正。这种动作他的腿是畸形，畸形腿，所谓畸形就是磨进而出，两腿磨进而出呈经济独立式，倔强翘起。形意拳讲究拳极力向外伸展，手臂呈月牙形，后手往上挑，提纲顶下，纹理端正，含胸拔臂，沉肩坠肘。他这个动作这个地方呈月牙形，虎口要圆，掌心要圆，手臂要圆，讲究三圆。再一个，形意拳的发力有三种劲，打出去以后它有三种力量，一种是向前的力量，一种是向下的力量，再一种是向上的力量，这三种力量合在一起才是形意拳的发力。往下往前往上，这是一种整体的力量。再一个，形意拳的用力它讲究六方用力，叫上下用力、前后用力、内外用力。下面我介绍一下形意拳的连贯用法。当对方直拳向我打来，我以左手上端，这时候拳完全向前顶进，紧接着向前散步打到这个位置。
向朋友们介绍形意拳中的专拳。下面请朋友们看我演示一下专拳的套路。专拳下面的步伐和劈拳的步伐是一样的，它讲究的是击、钻、顶、靠、出拳，用力再走，身体往前挤靠、钻翻，这种力量。所以说这个专拳，它要是形意拳中讲打发先上身，最主要的表现的形式就是在专拳上，它必须身体一起往前挤，形成一股整劲。专拳的步伐和劈拳的步伐是一致的，你来练一下。停，他的这个动作，就是说专拳，他要靠着身体的整体力量。往前挤靠钻翻，就有这种整劲。所以形意拳讲打发先上身，就是这个意思，先要身体要上，嘿，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往前挤靠钻翻，把对方击打。他现在就缺少了这种力量，臂要往前松，坐胯顶下，尾闾中正，身体往前挤靠，专拳用力再走，所以专拳也叫走打。再练一下，走，往前挤靠，这种力量，对。现在这个动作基本上就对了，但是它有一点错的，它两个肩不平，两肩要平，不能有高低，这叫沉肩。肘要坠，手臂要塌碗，顶向，下要顶住，这个距离和鼻子高度在这个高度上，这样基本上这个拳就对了，是吧？步伐上要注意，发力上要注意，要往前挤靠钻翻，这种整力。当对方向我击打的时候，我左手掩手，右手进步，撅他中门，击打他的下巴，用力往前顶靠，掩手，上步。一个你出拳的时候，这个手要往下压。撅他中门，往前顶，手从这里钻出，挤靠，这种力量把它打出去，他的力量没有完整的把它集中到一点，完全这种挤创力，所以这一点做的不对。进形意拳关键讲究一个整劲，叫尾闾中正，一收的咔，这个才能把人像打炮的一样一种后坐力。
现在我把形意拳的蹦拳向大家介绍一下，下面请看我演示一下形意拳中蹦拳的套路。下面我把形意拳中的蹦拳的分解动作和要领向大家介绍一下。他要求含胸拔臂、沉肩坠肘、提杠顶下为理中正，然后两手变拳。蹦拳的拳和民间武术的拳法有些区别，它有一种特殊的拳法叫螺丝拳，是这样，是这种转拳，是这种转法，叫螺丝拳。蹦拳的拳法是拳从肘出到手腕，然后出拳，在这个位置上。形意拳讲究出如刚错，就在这一点上。这是它的上部，形意拳它要求尾闾中正，不能前瘫，不能后仰，不能左歪，不能右斜，后腿推前腿。形意拳的蹦拳要求步子要大，练拳的时候要牙关咬紧，上步要远，要表现出蹦拳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再一个，他的转身，他的转身叫狸猫上蹴，蹦拳扣步，左手掩，右手钻出，抬左腿落脚，这叫狸猫倒上蹴。这是蹦拳的转身，在这里转身的时候，他的收势，狸猫倒上蹴，紧接着一个蹦拳，吃步蹦拳，这样收势。蹦拳在转身以后打右蹦拳，十步蹦拳要混过来，十步的时候这条腿的位置就是这条腿的膝盖要顶在另一条腿的腿弯处，成这种姿势，这样就站稳了。这样顶住，两腿扣紧，这样往前顶住。如果重心掌握的不好，要领没有掌握住，就会前瘫后仰。小臂呈45度，要呈这个角度，不然就往下栽了。他刚才出拳的时候就往下栽。蹦拳小臂要平直，拳面要平，不能下单，也不能上挑，这基本就对了。现在我把蹦拳的基本用法向大家介绍一下。当对方出拳袭击我的时候，我左手掩肘，右手出拳，打他的肝脏部位。再来一次，出拳，我的手在这里掩住，腿跟住，快往前挤。
蹦拳用的是整劲，所以行拳的蹦拳又叫跨蹦拳，就是这个意思。我掩住他的手以后往前几跨，这个劲是从腰胯的旋转动作力量呢集中到拳头上来打他的肝脏部位，这叫跨蹦拳。形意拳上讲叫跨，跨往前挤，形成一种整体力量把对方击倒。大家介绍形意拳中的炮拳，现在我把炮拳的套路演练一下。现在我把炮拳的分解动作向大家解释一下。炮拳由三体式起势，然后上右步双手裸裸至肚脐，然后向上滚翻到肘部往外出拳。在这里有一点要向大家讲明的，就是炮拳的上手不是架也不是顶，而是向外滚翻拧转滚翻。他的这个拳裸手时在这里有一个眼肘，这个然后滚翻，这个下一个动作连贯起来，哎，上朝这里裸这里滚，这样形成两个斜度。这个位置在额头这个地方，这像打蹦拳一样，稍微高一点。这手在额头，滚翻，裸手，裸，出拳，转身，走，再走，好，停。这个尤其注意的地方，不要炸肘。有的一般的练炮拳总是要这样。肘要坠，沉肩坠肘，这是形意拳的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要领。下面像炮拳，像下面这个就是叫蹦拳。
上面是滚翻架的，它不是架也不是顶，而是滚翻拧砖顶，它这个力量，它是几种力量合在一起，你看它几种力量合在一起，它不是架也不是单独的顶，上面滚翻，上面滚翻化解它，下面崩沉啊，下面崩沉，转身客户走，对，这基本上就对了。这个手在额头坠走，眼往前看，对，往后坐，它不是直行步而是畸形步，45度，走，他的这个动作在这个位置上这是错误的，应当这个拳在耳撅这个地方往上翻，这个手的方向和这个前撅的方向是在一致，往后坐，前腿3分劲，后腿7分劲，这样动作。下面我把炮拳的基本用法向大家演示一下，在对方出拳打我的时候，前手滚翻，前手不是架也不是挑，而是滚翻化解他的力量，在这里化解他的力量，化解的同时就是保护自己，同时出右崩拳把对方击出，你出拳，嘿，这个手是化解，哎，因为练的时候不是这样吗？不是，哎，这样转翻滚翻，哎，打他这个部位完全顶进，嘿，像炮一样，嘿，往后一坐把人打出去，在对方打来的时候首先要矮身进，舒身而进，掌身而落，这是形影拳的要领，就是说也是形影拳的一种打法上的一种要求，当对方打来的时候我身子矮下去，哎，在这里化解的时候腿踢住他，在这个位置上把他打出去，大家介绍形意拳中的横拳，现在我把横拳的套路向大家演练一遍，现在我把横拳的基本要求和分解动作向大家讲解一遍。横拳的最关键的东西，它是斜身二步，出横不见横，以横破直，这是横拳的基本的要求和它的优点。出拳的时候三起势，右拳从左走下变拳到这里出翻转完全顶撞，这叫出横不见横，横拳不是往外拨，而是完全顶裹，是这种那个这种力量。大家再看一遍，哎，下面腿的步行和炮拳的步行基本上一致，他就是横身绕步，他是绕步斜身走，这种力量
它走的果径，它走的是一种果径，一横破直，是这种力量走过来，所以它的这个横拳属土，行半，像是圆形，它走一种圆形，就是走一种弧形运动，它两手都是弧形。它有一种向外拨了，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走，它这个就是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了？就是说这个手是它是不是横，它是往外拨了，它是翻转拧果，它是一种果劲，翻转拧果，它在这里呢，它不是拨。刚才他的动作当中就把这个一般普通常见的一种弊病表现出来了，他把红拳前手变成拨了，他没有这种专盘的拧果的力量，所以他失掉了形意拳的风格。再来往前顶裹，再走裹，转身，对，再打一个转身，拳从走下出，旋转力量不是拨，这一点他刚才做的还是可以。一般的来讲，打红拳经常出现的一个毛病，就是抽前手，走后手，进后手。他的红拳，他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这个手往回抽，这是错误的。前手要顶住，不允许抽，出手刚错，在红拳表现形式当中，就是在这里，这个翻转力量。劈拳的表现形式当中是在这里，从上往下，这种出手的力量，这个在这里，所以不能前手不能往回收，一定要前手顶住。哦，哎，在这里，这个手在这里，接住的时候手在这里，往前轰，叫他自己往上顶过来，这种力量。再一个呢，使用红拳的时候，后手要用劲，形意拳当中有一种讲法叫前手打人后手用劲，就是这种讲法。没错，哎，直接把它轰过去，以轰破直，首先这是错的，这个动作是错误的，他把横拳变成了拨，这一点是错的。你看出拳在这个地方，往这里滚手，往这手不能往外拨，知道吧？这样拨是错的。我以后我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下五行拳的连贯套路，叫五行进退连环拳。现在我向大家演示一遍。
五行进退连贯拳实际上就是五行拳连贯合一的综合套路。为什么叫进退连环？因为它进退无常。平常一般人不了解形意拳的人总是讲形意拳有进无退，实际上形意拳的退和别的拳种的退它有它的截然不同的地方。比如他打崩拳，这一个赤步崩拳，这个时候身子已经退了，但手仍然在前面制敌，所以一般人看不出来是在退。一般拳种的退它是全身都退，整身退，它不是推身退。而且这个我虽然身子退过来了，这个手往那一拉身子退过来了，但是我手仍然在前面制敌。所以说形意拳的进退连环拳进退无常就在这里。再一个，它的劲力完整地表现出了五行拳的各种劲力，劈拳、中拳、专拳、炮拳、横拳全部都在里面贯穿，所以它是形意拳的比较完整的一个优秀的套路。五行连环拳动作短小精悍，它是怎么讲法呢？它握转拳时候叫进退连环拳，它如果变掌就叫进退连环掌。所以这个它这个变幻无穷，它的劲力体现上完全表现出来了形意拳的那种内在的那种劲力。有几点问题你要注意。第一个，这个赤步崩拳，赤步崩拳的时候左腿膝盖要顶住右腿的腿弯，这样它才能稳固，所谓叫落地生根。你不要偏到旁边它就站不稳了。你看这样练。再一个，你这个单展翅这个崩拳，我这样朝这里看看我这个动作，哎，往回拉，哎，到这来，这样走，再合劲合的不够。再一个就是你那个转身离毛上树崩拳以后扣步，眼睁看着前方转身的时候在这一起抬腿，不宜抬过长，在这个位置上，嘿，和朋友们一起学习形意拳中的五行拳相生相克。
也就是五行炮对击。五行拳是由劈、砖、崩、炮、横五拳组成。相生就是劈拳生砖拳，砖拳生崩拳，崩拳生炮拳，炮拳生横拳，横拳生劈拳，这就是五行拳的相生。相克就是劈拳克崩拳，崩拳克横拳，横拳克砖拳，砖拳克炮拳，炮拳克劈拳，这就是五行拳的相克。五行拳相生相克，一起演练就是五行拳的相生相克，也就是形意拳当中经常讲到的五行炮对击。下面我向朋友们演示一下。五行相生相克单练的套路向大家做一下分解动作。崩拳要跪在速度要快，一个速度要快，再一个要直，崩拳要快要直，咬紧牙关，它是孤上发劲。下腹坐，这尾柳中正，不要前它，对，前拳太高，这个左手向上滚挑保护自己，右手出崩拳打击对方，劲要合要长，要有这种力量。横拳是走打走上走不用力，好，劈拳他这个拳有太直，这要成月牙形，起砖落翻，雄起鹰落，就在这里要表现出来。砖翻，基本上就是这样。现在请我的学生和我一起演练一下五行拳的相生相克。这样往返练习就是五行拳的相生相克。联手要手要搂住他的，再走起钻，小手指往上钻，劈拳炮拳破劈拳，这就是钻拳，劈拳生钻拳，动拳破钻拳，在这个位置上，走崩劈拳生砖拳，生砖，砖拳生崩拳，走，再走，劈的时候要用力，步子不要太大，不宜太大，不要万发不利，三起势要注意这一点。砖，它是砖拳，它是横拳，这就是砖拳。砖拳是劈拳生砖拳，砖拳是横拳破砖拳。五行拳相生相克，
它主要是一种假设性的连贯性的对练，它主要锻炼人的攻防意识和手眼身发部正确的运用。我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形意拳中的畸形四把拳，现在我把畸形四把给大家演示一遍。现在我把畸形四把的前八个动作向大家介绍一下。畸形四把拳仍然是劈拳起势，下面有金鸡独立，也叫海底捞月，这个动作左右手从腿的位置到膝盖往前走，前手往回收，走到穿了前掌拖到与肩平，后掌在走下的时候往前穿掌，三个动作。哎，这个就叫畸形步。什么叫畸形步呢？畸形步，畸就是取它的鸡腿，鸡腿就是它经济独立，再一个就是两腿相加，磨劲而出，这是典型的畸形。哎，这就畸形步。下面一个呢，就是金鸡十米。这个畸形步在的时候，两手往回一起收，像打炮拳一样，然后一起出。右拳像崩拳一样，左手扶在右拳的手腕处。大家再看一下，这金鸡十米，然后两手变拳，在胸前交叉，右手往下，左手往下撑，右手往上撑，这金鸡斗铃。下面一个动作叫金鸡上架，嘿，金鸡上架，金鸡报晓。金鸡上架了，要求他动作整齐合一，抬右腿，右掌往下，左腿往上抬，左掌朝上，嘿，这是活步。还有一种死步练法，就是上左步抬右步，两种练法。下面呢，这就是金鸡报晓。哎，身子往上伸长，不要往前，不是调档。哎，金鸡报晓，起势。劈，走，海底捞月。走，穿。
三，金鸡十米，金鸡走零，金鸡上架，金鸡报晓，金鸡十米的时候，手往回裸，往外出，要往前冲撞，这种力量，嘿，这金鸡十米，眼睛看着虎口，这金鸡十米，嘿，再一个，金鸡走零，这个手的动作要注意，从这个地方往上撑起，嘿，这一点要注意。再一个就是金鸡上架，金鸡走零之后，上架的时候左腿要抬高，这样走。七形四法的其余动作，现在看我演练一遍。金鸡报晓，上步劈拳，混步插拳，金鸡独立，金鸡十米，金鸡抖零，金鸡上架，金鸡报晓，上步劈拳，插步震脚，金鸡独立，金鸡十米，金鸡抖零，金鸡上架，金鸡报晓，上步劈拳，金鸡独立，也叫海底捞月。一、二、三，金鸡十米，金鸡抖零。金鸡上架，金鸡报晓，上步劈拳，收拾。这混步插拳的时候，这个动作要连贯起来，和金鸡独立。插，在这个位置，正步，哎，这个动作要连贯起来的。嗯，坐。不稳定，再做，身体晃动的原因是重心掌握不住，在这个动作向下插的时候混珠，嘿，这里，嘿，要定死它，嘿，精神要抖起来，来，
对，金鸡斗铃，金鸡上架时左腿要抬高，哎，这样做，嘿，哎，这个动作金鸡抱脚不要往上挑，往上撑，两手撑进，哎，上步劈拳，对，下步插拳，走，对，金鸡十米，走，金鸡斗铃起，金鸡上架，金鸡抱脚劈拳，金鸡抱脚，手要上半高，弯曲，手往后撑，哎，起，对，混步插拳，不对，这个动作就不对了，看到，这个插拳的时候，混步前脚扣，不要弯，脚尖不要向直，扣步，拳不是往下砸，而是拧插。然后起，对，哎，看到我这个手往下走，往前抄，手在往上起，手掌在走下的时候往前穿，穿掌，哎，穿，对，另外机形四把拳还有一种老式练法，老式练法不收原式，现在由我向大家演练一遍。行练神，神发于目，威生于爪，静起于涌泉。龙形练神，叫两个眼睛要集中，精神要集中在上丹田，上丹田就是在眉心。威生于爪，手要用力，前扑后抓。龙有登天之势，也就是讲龙有登天基地之势。登天就是要跳起来，要跳得高，重得远；基地就是落地时候，要速度要快。所以龙有登天基地之势，一定要把龙的精神练出来。前手往回裸，前后手一起往回裸，往上钻，手钻到极点，腿抬，膝顶肘部，
膝盖顶肘，撅混过来往前踩。刚才岳勇练的这个龙形站立不稳是什么原因呢？他就说前腿缺乏蹬劲，腿起来以后落地的时候前腿要往前蹬，这个手啊走到这个交错的地方，像打劈拳时一样要出如刚错，他这个力量这样他就能站稳了。起，转身。